数个时辰，也仅仅收集了五缕仙气，但眼前这头银鳞蟒蛇却拥有整整五缕仙气。陆云，这两头灵兽是我的猎物，你一出手就直接将其击杀不说，还收走了十缕仙气，未免有点过分了吧。苏兄，你无需再躲藏了，出来吧。星辰星，那又是